我是 Sadie。 那么今天这集的 Hush Wandy Mop 由我 Sadie 做主持。那么今天要干什么呢？今天我要为大家来演示 iPhone 8 Plus 的人像模式到底是如何运作的呢？敬请期待吧。 iPhone 8 Plus 的人像模式有五种效果，分别是自然光、摄影痕、轮廓、舞台灯。舞台灯黑白各有不同的效果，我最爱的效果是摄影棚，我觉得它在户外拍摄的效果是最好的。那大家觉得呢？ iPhone 8 Plus 人像模式超好玩的，其实这次也加入了 1080p 高清慢动作摄像模式。那什么是高清慢动作摄像模式呢？就由我来给大家示范一下吧。的 Hush Wandy Mop 到这里就差不多结束了。如果希望知道更多的资讯，欢迎关注下一集的 Hush Wandy Mop。 我是 Sadie， 再见。